已经可以出动了，莱德队长。太好了，波特先生跟雅丽因为在暖暖坡岛上发生下雪的紧急状况。哦，下雪在热带岛屿上吗？是的，波特先生跟雅丽被大雪困在山顶上，得找到他们，带他们下来。机器狗就在猪猪的铲雪车，然后前往暖暖坡岛。爷爷，你做的雪鞋好酷哦！我们要玩什么呢？我们来玩往下走去沙滩，那里是空旷的地方，汪汪队一定能在那里找到我们。好哎，我先走。小心点，雅丽！啊！妈呀！拜拜喽，大鳄鱼！雅丽，我们得慢一点。我没办法啦，好好玩哦！惨了，我们的前面有悬崖！哇，破冰视线！莱德，我看到雅丽跟波特先生往山下滑，可是看起来他们往大悬崖冲过去了。猪猪，把你的铲雪车开到悬崖底下，做一个超大的雪链，快点！没问题。又软又舒服，时间正好。耶！雅丽，波特先生，你们没事吧？好好玩哦。我们可以再玩一次吗？我先送你们去又暖又舒服的空中巡逻车吧。这次的冰雪露营最好玩了。这要感谢你跟汪汪队，莱德。不客气，只要你遇到怪天气，就大声呼救。想看更多汪汪队立大功，就上尼克儿童频道。